帮我把杯子也洗一下嘛。啊？洗杯子？洗干净一点哦。叫你洗一下应该也不过分吧？如果我那个刷子洗了100个客人，每个都叫我洗，我还拿那种刷子帮你洗，你觉得这样干净吗？你可以拿一个新的刷子刷啊。因为我没有新的啦。这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这是我的问题。对啊。那我就说我用我的杯子帮你装啊。你等一下帮我装饮料的时候，会帮我把杯子也洗一下吗？洗杯子，洗干净一点哦。不行啊。为什么？卫生问题啊。你要帮我洗杯子的话，怎么知道你们饮料喝的干不干净？啊，我喝了拉肚子怎么办？你要负责吗？那我用你的杯子装就好了。叫你洗一下应该也不过分吧？如果我那个刷子洗了100个客人，每个都叫我洗，我还拿那个刷子帮你洗，你觉得这样干净吗？你可以拿一个新的刷子刷啊。因为我没有新的啦。这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问题的。这是我的问题。对啊。那我就说我用我的杯子帮你装啊。我们基于第一个卫生问题，第二个这个本来就是我们没有在服务范围内的东西。好，你说的都对啊，没关系啊，不装就算了。刚那客人是拿杯子过来叫我们帮他刷是吗？最近好像越来越多这种无理取闹的客人了。为什么要在卖茶？就是要让客人来找茶嘛。